记得以前好山好水，空气清新，但现在却处处的空气都受到了很大的污染。原因是人为破坏，例如人们在烧草所排放的烟就会对空气造成很大的污染。也因为抽烟所排放的烟污染了空气，想想看，如每天都有上百万人抽烟，那污染也很大的，也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。每天上班是一定要的，但大多人都自己开车上班，所排放的烟比抽烟还要更多，所以多走路少开车是个可以健身也可以做环保的方法。但我们可以做什么来改变呢？多种树木不但可以美化环境，也可以减少二氧化碳。让我们回到那从前美好的时光，别再让我们的地球受到伤害了。